天线 radio 仲有窿窿冇咗啊？边度揾咗总会遇多窿窿嚟放咩嘅咧？柔软，摸埋佢真系柔软嘅，真系几好。啲积喺度，师傅安完，其实攞湿布抹一抹都应该。在观塘同朋友食完饭，咁梗系要踩上去睇一睇一个全新发展商首个住宅项目。由于两点零钟，好似唔系太多人会喺上边，连职员都系玩手机，周围行行去。咁大家可想而知道人流有几多噶。咁自己每次都睇到啲发展商做嘅楼盘，摆个 so fetch 咧。既然一个元朗嘅盘，点解唔摆翻新界区啊？咁大家有心理准备，呢段片咧都唔好咁认真，都系咁已经过去影一影嘅啫。纯粹见到坊间讲紧好多新嘢，咁啊睇片咧永远睇唔到真相。但系你行埋去睇示范单位，俾我摸得到咧，我就信自己只眼睛嘅。如果有空闲时间，又冇咩做，又唔介意个镜头揈下揈下，咁呢条片可以睇落去。我哋先睇一个三房单位，实用面积717尺，包括1尺平台同埋16尺工作平台。又是新的三合式露台，但是比所有传统发展商比到更大的露台你。大门用上4只暗胶，但看看五金件的光滑情况呢，加上看不到牌子名，看来就不像名牌了。唔通真的咁好，将天上星星砸落嚟送给你？见冇乜人就靠左边入去厨房看看先。卡卡牛，贵嘢嚟噶。咁啊，远睇咧，永远都唔知真章嘅。咁今次上嚟咧，都系好想参观一下第一次做楼，咁个质素点样？质素咧，其实睇示范单位已经睇到嘅啦。台面呢个位做呢啲，用玻璃料啦，咁就框上去就黐胶啦，唔好讲砖先。其实都是拼制做出嚟嘅，咁有一样嘢都几有趣啊！咁望埋去咧，成个底咧，成个门面咧，都好有条子嘅，几靓啊！不过咧，其实当佢用嗰阵时候，当然系唔好用啦，因为会熄晒啲入去啊嘛。五金件望埋去都可以啊，咁啊，厨具咧其实。大家未必知啦，咁啊，远睇永远都系好嘅。其实摸埋去，咁我形容唔到我摸到啲乜嘢啊，但系我心中有数，质量去到边度啊，都系非一般。嗱呢种咧就好啦，放翻出嚟，要用几多度，即时揿，即时睇到，咁成间屋都控制到，系呢咁嘅做法系好嘅吓。咁喺厨房要咁多玻璃面嘅做 display， 其实系冇解嘅。你厨房系煮嘢食噶嘛，咁呢啲系唔实际嘅。跟住再参观储物室，呢道门嘅手抽位咧，即系得呢个系非常之难开嘅。厨房呢道门咧，用嘅料咧，第一斜睇埋你就见到一条条条子系打斜嘅。系啦。呢個點解咧？呢個廚房要黃，因為點解咧？雖然係1200個，咁但係呢個廚房咧值200萬。你去到海船門，真係唔知嗰個盤，佢都係送呢個雪櫃俾你。嗱，我哋睇樓好慘啊，經紀好惡嘅。你睇下，我被困咗喺度，去有去講個客。敲門，話俾佢聽，我想出去，佢都唔會理我嘅。我就依啲雪櫃咯，所以我唔會唔夠膽帶我老婆睇樓。係啊，因為你睇咗咧，佢就話：喂，點解你唔睇住啫？咁樣，咁你自己買咗先啦。係啊，你個人邊度買咗咁多嘢啊？嗱，混咗喺度咁耐咧，經紀真係好惡嘅。佢有佢 sell 客，佢又唔會理你。哇，好大啊！俾冷氣房，冷氣終於出到嚟啦。跟住就可以塞埋呢個 cover。
翻屋企，係啊，我哋跟住呢個主人房浴室仲做埋，哦，已經可以三人 perfect 嘅，可以佢兩等定定㗎，又係哇，都勁喎，係啊，特登揾三人房同佢搞，所以佢唔做，都話啲嘢咧係我哋話齋，佢真係係好俾心機。特登揾三零廠同你搞，真系噏得就噏啊！客人个反应就好相信，啊，呢原生性功能系三零冷气机就有，你买一部同十部都有。个台面属于阔，个面盘呢大概加埋有十二三寸阔啊，但系唔系好明点解咁大嘅台面。用咁细嘅面盘，一望落去有啲格格不入。一般五金铺都揾到嘅鼻，L 型两边有梗窗，而右边有两个千秋窗。在現場才看到這扇門是被一般的洗手膠門做齊了，我一望望到，不過你看鏡頭未必看到，這些這麼漂亮的手柄第一次見，但估不到有地暖的，啊，不知道什麼牌子有地暖，厲害嗱，外表看和真實看都挺不同的，這個示範單位用玻璃幕牆叫做白色，其實是走實際，你看一條喉，平時如果家做裝修這條冷氣喉呢就這樣放在這裡是膠的，其實是幾估計不到，如果呢這個收口是這樣做呢，在個格局上面呢不要期望跟一般的發展商去比較，這個做法應該不達到標準。三合壁露台講就是非常好用的，這個不會反對，那就放張台了，但這個喉呢是用這樣的形式呢這樣駁出去，我只可以說是方便維修，一般私樓應該不會這樣做。這個玻璃趟門在這裡拉，你看看有差一點點就撞到了，這樣做法呢不用買層樓收樓都知道，這個不止一個我們叫做做明喉和做暗喉，這個是做明喉做法來的，我是估不到私樓會這樣做。大家看清楚，這個是冷氣機平台，這個是，而這個也是冷氣機平台，這個後面是有一幅死牆的，這個是 solar 的，那我們可以看看這個怎樣處理。我們看看一房單位372呎22呎露台加16呎工作平台，這個頂呢個 step 落嚟，呢條邊其實可以將嗰個櫥櫃咧，可唔可以褪出少少？咁收翻口就唔會有兩呢，這個兩級出現啦。咁啊，睇落去上面有少少怪，咁啊最怪就係呢一個位應該係。咁條明喉就咁樣行入去房嘅另外邊冷氣啦。咁呢個係一個籠嚟嘅，咁亦都有條冷氣機喉經呢邊去咗呢個冷氣機平台，應該要攞嚟個面啊。呢部冷氣機喺度會俾人困住，咁如果你呢邊有風，你嗰邊出唔到風㗎，你要點出嚟嘅？咁係咪呢個露台會有問題？好啦，既然呢條喉係咁樣行，點解唔直接將部兩部冷氣機放喺呢度咧？咁咪可以將個冷氣機嗰、那個散熱壓縮咪會更加有效益咯，因為左右兩邊冷氣機平台可以攞到豁免賣埋俾業主，個露台感覺又會大啲。老實用一部大匹數嘅冷氣壓縮機，又走少一擔喉，橫跨咗個露台嘅頂。由於個冷氣散熱器會高咗，就會遮住景觀，變相另外一邊就唔需要放冷氣壓縮機，個露台就自然細咗，睇落冇咁大，自然呢個一房單位就冇咁吸引啦。既然露台就放咗个冷气压缩机会放热气，左边咧个窗就开唔到，而右边就唔应该用千秋窗。
热空气向上升就会升入去间房里面，应该换返个左右掩窗向左边掩出去，起码有机会可以食返右边的风入间房。咁啊，偷位偷得好好喎，呢个做咗个呢个淋浴间啦，其实佢开即开得几好嘅。咁又系一个问题啦，基本上咧你冇用唔同嘅台面咧，都用同一个洗手盆嘅，因为 stand size 得只啊嘛。咁你个 park 上面唔需要太多个 variation 啊，或者太多选择，得一只盘，一只盘行匀咁多只只。咁呢个台面用呢个盘。看到它就 OK 的，但是可不可以大过一点点？肥哥哥呢很想找我给些招呼。这部分体压缩机当前面入冻风，后面出热风散热，你睇下侧边嗰条玻璃罅得嗰少少，咁点样散到啊？试谂下后边幅墙身，啲热气咪困咗后边喺个笼里边焗住部机，部分热气可能会焗翻出嚟，45度向前。前面露台有麦笼，我到时咪好热，梗系有问题啦！你咁大块玻璃要做个景靓，但基本上散唔到热噶喎，啲旧嘢。啊，呢边唔同啦，呢边咧佢反而将部细机侏儒机放咗喺度。后面的 solar 是这边风出来的，这也会有因，奇怪啊。做示范单位我最基本都要抹干净一些东西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这些迹在这里，师傅安完其实拿湿布抹一抹都应该。那这些砖呢，如果打侧看呢，除了瓦面之外呢，其实迹都还在这里。做示范单位难道很赶？为了开个窗呢，这两只柜呢开阔度都最准的。咁当日斗咗只手伸咗人过去啦，咁样叫起码开到窗。所以唔係走豪华，係走实际嘅。买翻收买电视茶几开已经开到。咁你见到啦，呢个电视都大啲嘅，咁呢个系少咗两个。嗱，呢边嘅收口呢，又是怎会收口这样的呢？成口突出来，那一个跌级呢又是这样。这边有这些灯，这个位置又望下去，只可以说很实用咯。功能式的洗手间，洗手间都大的。这个机关讲咁多喺度，淋浴间咧系属于宽阔嘅，走廊门咧个阔度系标准嚟嘅。咁点知道另外只门系做细咗咧？你数下一。二三四五六，六块再加一个大块嘅，咁我睇下洗手间呢边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块再加大块，咁少咗呢、這个大概两寸零三寸度啦，就系、是、个洗手间道门做细咗个效果，咁令到這個呢个咧，你个开个弧度宽度系咪细咗啊？咁自然个洗手间感觉上边咧就冇咁逼仄啦，但呢啲道门就唔系一个标准嘅宽度咯。这个门呢，数一下先，这个是客房门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块再加多一点，这栋门呢的宽度呢就是一个标准的宽度。为什么这两个主人房和客房的门都是标准呢？你要入家私啦，你或者入着琴呢，你始终要有足够的宽度，所以呢发展商就用回这个这两个主要的门呢，用回一个标准的宽度。大家要留意一下这单位，好多硬墙嗰边就会放部冷气压缩机，将工作平台攞埋豁免。好处做到三合一式露台大啲，现场每一单位都系厅大房大。好似 S 单位都唔知点样散热，焗住喺个露台位。另外 H 单位都系，总之景观行先。
Logi 咧就系香港现在市场焦点，但呢个 model 喺香港行货好似唔见嘅。通常呢个一般咧系天线啦，或者系 radio 啦，天线 radio 仲有一窿窿冇咗，啊边度揾咗总会遇多窿窿，我嚟放咩咧？第一次见，好新啊，柔软，摸埋佢真系柔软嘅，真系几好。呢、這个一次过咧安装容易好多，因为做咗个底座，一冚入去得，因为一次过 fit 三个，啲工序简单啲啊。对于业主嚟讲就未必是好事，如果屋企加多一组灯，想用翻原身三个位，要换其中一个面板又换唔换到呢？好多人都未见过，好平淡咯，我形容个小朋友做嗰啲剪布咁样黐咗喺度。发展商引入好多你平时唔会见到嘅品牌，等你冇得比较，但系啲名牌颜色外形互相唔系好协调，即系将啲名牌好似炒埋一碟咁样，加埋一啲好有创意嘅特色家具。装修设计好似起一啲村屋咁样，不过就以分层单位形式出现，加上某啲新品牌都唔系好识，好似参观紧大陆楼咁样。呢条片轻轻松松就讲到呢度，下次我再见啦，拜拜。